还吃不吃？吃什么？大肉。喜欢吃不？不好吧？不吃。你不吃？我们是清真的。我们也不喜欢吃。我们在吃清真的。我们也不吃。这个有点很烂。嗯。还得给人家冒人。不吃。 其实我们也不喜欢吃牛肉，是不是？太腥太腥。没关系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胡尔西丹是吧？对对。这你的真名吗？对，我的真名。真名哦，胡尔西丹。我的抖音名是胡宝。抖音，我搜搜。胡宝。搜他抖音，你关注他。 有痱子了，有痱子了，你有那个啥？热的。对，热的。刚才他就喝水吗？对。喝水。你带奶瓶了吗？给他喝水。奶了，我带了。带了哈，该喝点水。哎，你们这里不开空调是吧？是没有空调。我觉得他们一天靠的。还没在这儿正好。我们睡的那里边都是。 你们是在哪里了？我们在阳光小区。阳光小区。你知道那里吗？租的吗？对。租了？租了几天？租了十一天。十天吧。好吧。为什么好吧？我觉得租房子好，因为酒店嘛也不太那个啥。对，应该在西城有一个民宿，是咖啡什么民宿，叫什么咖啡的，我也跟他聊的，他的发言有点。